现在呢，我的手刚好嘛，就是穿到了头的后侧，就会你看，嗯，在这里。然后你稍微让你的手去帮忙做老化，我做老化，让发刚好在你头那个颅骨后侧，对，好在后侧。会减少慢一点。现在你要想啊，我们现在身体在两个小时空间左右，转化吸气，呼，下一次，对，很好，进行一个空中头往后枕，再吸气，呼，然后枕住，靠下，进行一个空间，从整个的空中，整个空中到这里就好了，再来，就是这个白点啊，吸气，头往后枕，吸气，呼，手肘对上自己的发，好，吸。对，现在肩胛非常稳定在后背上，对吗？它这个时候移动到的才是，不管你扭转还是侧弯，都是你胸椎的移动，对吧？嗯，现在就进行吸。